Hello,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,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，然后呢今天呢没错就是圣诞节，然后呢我这不是就开始录啊，从头来一遍啊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XO 少年团的烟许赞，然后呢是已经交给小视频时间，然后做完自我介绍呢，我们就开始聊一聊吧。今天呢其实是圣诞节，然后昨天有没有看我们的 XO 少年频道啊，昨天其实是平安夜，你们有没有吃苹果啊？好吧，其实你家给我好像是没有吃的，拿到一个苹果放到家里，一会儿可能早上，什么早上，明天早上再吃吧，当早餐好了。然后呢，之前啊有看到微博上面有小伙伴们说，为什么我这里会打了一个耳洞？然后呢，我要澄清了一下，这里我这个绝对不是耳洞，就是这个神奇的配饰呢是就是。你看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耳夹，所以说你下给我并没有打耳洞，因为打耳洞太痛了，打什么耳洞。然后嘞这个圣诞节啊，北京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冷，然后呢刚刚到外面去绕了一圈，发现雾霾真的很大，在北京的小伙伴要记得戴口罩，要戴那种防雾霾的那种，已经有粉丝们帮我们纠正了。怎么说，反正就是觉得就是我是那种不论是什么节，就一到过节就特别开心，然后好像结束了一样，其实还没有，反正怎么说就是一到过节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，然后会很嗨。你看这不又放了一遍歌，然后怎么说就祝你们圣诞节快乐，然后再注意保暖，因为这冬天真的是冬天这个天气不是吹的呀，然后那个啥要记得戴好口罩，在北京或者有雾霾的地方，好像就觉得感觉现在就是整个中国到处都有雾霾了，空气质量越来越不好了，就祈祷雾霾快走开，所以说呢就祝你有个开心的圣诞节，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就祝你，就怎么说，好像现在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没事 ，Merry Christmas， 拜拜，就这样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